下面请您欣赏群口相声日本梆子，演员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啊！好，好家伙，我这就喝了。那是被人拉去，别去人家了。哎呦，倍儿方便。谢谢啊！茶叶是吧？哦，哎，那你留着这个吧啊。那电萝卜去拿来。没有这么大酒呀，还有没有？这堵着了。你这是被人发现了。把东西放下吧，谢谢各位啊！说相声能跟观众有这么一个交情，让我们特别的激动，是想不到的事情。哎啊，今天在这儿呢，这个叫张一元，在这个园子里边演了有个五六年、六七年了啊，他是离着德云社最近的一个分支，是这几支队伍倒着班来。今天这是二队在这儿，对，哎，二队的队长是孙越，主演是岳云鹏。没有办法，也只有他们最二，所以搁在这儿了啊。我跟于老师我们来是业务考核，看起来这几家啊挨个的转，今天转到二队这儿，最后一站。其实大伙儿对我们也都熟，也不用多介绍。谦儿哥，我们这合作十几年了，是啊。于老师，我每次看见于老师，我都特别感慨。干嘛感慨？真的，因为合作十多年了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对我来说这是个最好的人。哎，您可应该的。日月穿梭，催人老。谦儿哥今年是44岁，可不是吗？你绝想不到，四年前这是一个仅有40岁的人。这推这四年的。挺好，岳云鹏大家都熟悉啊。28了。啊。那边有姑娘说28了。姑娘，你这嗓子可够粗的。28。这是我徒弟。腰围。一晃来了快10年了，都师徒如父子，关系好。今天很高兴能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。做父亲的人啊，给咱看儿子的人，而且你也看看你儿子，没辈儿了。其实岳云鹏也长大了，也娶妻了，也生了孩子，但是在我眼里呢，我觉得就是个小孩，他还是孩子，就是好多事儿他也确实是真拿我当家大人，是吗？什么事都愿意打一样，师傅这事儿如何如何问您吗？或者谁谁采访我怎么跟人说，一句一句的教，好多事老爸的不对，这真是就是家大人的心在这搁着，和孩子那就这样，要不师傅救命啊，干嘛呢？救命，我在外头呢，在外头解手没带纸，这也找事。你看，要不孩子嘛，真缺德。你在哪儿呢？那个开车走半道上实在憋不住了，就现在就是树林子里边啊。那谁给你送纸去啊？我说您抓几片树叶吧啊。不行，师傅啊，松树林。我说咱俩松树林。一听这俩是有经验的啊，那会儿又老觉得这孩子现在长大了老过不去这个事儿啊。还有这大胖子，大胖子是我师弟，是我师弟，相声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，对啊，世家子弟。这个孙子呢，来到我们这个啊，那这个孙子应该是外孙子啊。你还是你比我坏，我好兄弟，大胖子特别可爱。来的时候就是哟，我是胖子，这多少斤呢？我260斤。嚯！后来我知道上当了，称就到260斤。
他那裤衩绣上花就是桌围子，我穿个绿色的啊，还拿帽子改的裤衩搁那儿，他不穿上你绝不知道干什么用，就是桌围子啊，特别的可爱，有时候好跟他斗，但有时候斗着斗着，我们这说相声这个人呢，没准谱。那回在哪儿演出，我忘了。楼上，他上我这屋聊天去。我说胖子，太胖了啊！你还不死去？咱们这就是兄弟之间的一句好话。这是好事。你想我住的18楼，他你说你死去，咱们说着玩嘛。对，他也是真有志气啊！推开窗户，噔就跳下来，腾就弹上来了。这有这弹性的，地上一个油印儿，这这么肥吗？这非常油，着的你，给摊儿打死了，叫油锅里边。一晃，其实这几个人里边啊，我认识胖子是最早的。那是啊，我认识胖子时候还不认山哥呢，是是不是？因为我是1996年第一次，啊，不是1996年是吧？我认识胖子是大约96年左右，96年那是我第三次进北京。嗯，头一回来北京是1988年，啊，后来95年来过一次，最后是96年又到北京，到现在就没再离开。要不你俩单聊吧？别。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四个人站在一块儿，你要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。没有。就认了他，我印象特别深。我刚认识他那会儿，真是还十多岁吧？不到20，17、18。没有17、18，还得小那会儿。小胖子特别可爱，哟，看着那个膈应的，是可爱。四十多岁那个脸，那才小时候脸比岳云鹏还大。那会儿，那我多见啊。那再显就我小多了。我们那会儿，我认识他，我认识小胖子。大脸蛋，我特别想给他脸上老是竖画一道，就跟个屁股似的。哎呀，一边脸蛋竖画一道，俩呀。这后来慢慢的他也大了，我们上岁数才知道，我感觉人家这是脸啊。你看人家北京，哎，很天真的。就是，这么些年来胖子也不容易。啊，虽然说家里边也说相声，但人也知道说相声想挣钱不是这么容易。是那会儿他学的是园林管理，好像啊，对，毕业之后呢就送到北京动物园，就是在送的笼子里边当动物吧，在那儿当动物，那当动物小月小花管吃管住在那儿啊，也挺好，两口子坐那儿，我们弟妹也在动物园，养着。说不清楚了，真的管吃管住，耐心。他媳妇跟着养鸟，养了一个甄嬛，然后甄嬛，那个鸟叫什么？朱鹮。朱鹮，哦，是长得胖，叫朱鹮。那叫朱鹮，养朱鹮，他养大象。有一年我弄家里小孩就上动物园，瞧瞧去吧，领我们上后边看去，把我给乐了。怎么了？他胖都没人样了，大象都露了一条骨了。有骨一个结果，你是不是偷草吃啊？啊！没想到到后来你还是喜欢相声，自己也曾经组织过很多的小班社演出，啊，这说这两句话不好干呀，哎，是你想高孙越就这么爱相声，人就干黄了多少家，啊，也是伙食费跟不上，那他后台演员不挣工资挣苹果，后来动物园领导找他了，你老偷苹果怎么回事啊，哎，后来给翻资料啊，这你是专家，都给说相声分，但是在我心里边啊，孙越这份淡泊名利，那倒是，真的，这好，你觉得这个淡什么名利？名利，淡泊名利，你想啊，他但凡想挣钱，不就早上德云社来了？当然，德云社也确实要求严一些啊。我们主要先考虑饭的问题啊，所以说后来他陆陆续续干黄了很多艺术团体、小剧场、相声队、相声社，干黄了很多。走一个，那个团团的啊，这是上动物园举报的，那个偷苹果的胖子已经出不去了啊。
人就上洗手间去了。圆满成功，废话，撒个尿可不圆满成功？你有那个把鞋都弄湿了。准行准，一看人状态多好，这能弄一枪吗？挂都湿了。哎呀，说了哪儿你感冒了？淡泊名利啊，淡泊名利，淡泊名利，淡泊名利，主要是他名利名利啊，挺好。包括在德云社这些年来，每次也是工作方面啊，来的比谁都早，走的比谁都晚。嗯啊，你们看，你们都演完了，演员走了，你们各位回家了，人心胖的，跟你们收拾东西，你们剩下的花生啊，都够吃的。你家弄点白菜，一会就吃了。花生烩白菜，什么吃的？带鱼炒月饼，挺不容易的，挺不容易的，真好。有挣钱的事儿，谁去？他们往外推，你去，你去。哦，他没有，他留在这儿，不去。哎，就跟着守着，多不容易。这嘿，好话，兄弟，这话说说得良心吧？你嘴里能吐象牙？我还是喝多了。说句良心话啊，不开玩笑的说，我这兄弟真好。所以现在我们安排演出的时候，只要是挣钱的、露脸的事儿，一般就不考虑随缘。人家不在乎这个。让他们去，他们不在。你看前是这样，前些日子我们去澳洲巡演，是大洋洲，整个将近快一个月了，演了五六场国外大型商演，挺好。我们是演完之后回来，然后会计算好了账，再给每位往卡上打。今天你又让我感动，怎么呢？我一会儿就会通知会计把你那个冻结。你也得给俩苹果。淡泊名利呀，淡泊名利，是吗？哎，这个钱你说咱们能要吗？对不对？能要。我也是这么想。啊，所以说这个这好事儿。哎，没没问题，没他不在乎。哎，他是热了还是怎么着？有点冷汗。没事，这个机会很多，很多啊，演出嘛，是，没事，哎呀，谁就当自己人，哎，好，好，这话说的好啊，肉烂到锅里，没烂到别人，对，肉都烂到锅里边，这话对，你说说于老师吧，这是哪大姐喊的？每次一来就有人喊喜欢于老师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喜欢于老师的远没有喜欢孙胖子的人多，人性，人性，那你看还有鼓掌呢，你看一下。你们会害死他的。最近德云社又有一场演出要出国，反正这个咱们就不用再安排孙胖子，好吗？花几千块的钱，不在乎。那个啊，去哪儿？不去。你我得说你啊，我得说你，你看这孙老师从来不争，我这还没说呢，怎么就笑话了？没事，习惯就好了。好。我这徒弟表演风格以便宜见长，就是贱啊！现在都找不开零钱了，这是。我贱的一个人，甩个炮做演员。队长，他是这么值得你们尊重是吧？你们喜欢他呀？嫌弃你们啊！我看有个男的还爱。他那意思马上给你生孩子，我说谢谢吧啊。我估计是在下个月的中旬。啊，真出现下个月中旬。十月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是吧啊？是真的。十月中旬，他没有时间，他没有这么考虑。因为十月中旬他们家该点炉子了，还得跟家套炉子打烟囱啊。哎，然后就挺忙的，挺忙容易冻。上哪儿？嗯，嗨，一个小地方啊，那个日本。日本，于老师也很喜欢这个。那个哥们，那个我不去归不去啊，我就看点别的地儿，就说就你这一看看能给多少给我呗。这一说就是开玩笑，不是？对，因为每个人对出国演出的要求和意义它不一样。我就是聊天。哎，那有的孩子，比如小月他们，他要的知名度，出国去演一圈，哎，大伙都说，哎呦，挺好。那你像于老师呢，就是出去散心，哎，玩儿，顺便比如买点小玩意儿啊，逛逛街，比如，哎，不会说话啊，什么叫卖酒？
相信老师。于老师是个收藏家，喜欢收藏日本土特产啊，就为了学日语。增加词汇量，这个语气词万也好学了。那个啊，买点那个日本那个特色的产品，你给我带点。你看你那个作死的样儿。你不去，你见这个吗？我有聊天吗？我能在乎这个吗？那可不是。我在家我多忙啊！我在家泡炉子打烟囱去，该买白菜就是。对，该买白菜了。不去你别聊了，给钱不给钱？能不给钱吗？你想上那地儿去，给钱少了谁去啊？对，要别买不了了。对。我也可以找主办方找地金，把您的演出费折成光盘。赚了多少张呢？您可以这趟演出挣3000张团队工回来。给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嗨，像这种，咱实话实说啊，商演出国都不容易。你要包括这一行人，连工作人员在演员食宿，你就说来回这机票得多少钱？好，那不少。你到那儿去当地的地接，你的吃，你的住，整个这个费用比你演出那个费用还要高。为什么商演难做就在这儿？接10个说相声，这顿好家伙，你得在国内盯干3场的，才够人1场的费用。是，所以说商演的除了我们，几乎没有成功的啊。没有。好，那出去出去出去。所以啊，我回来给你带纪念品回来啊。我们最关心的这个事儿，但这个还好，因为他飞日本呢，他这个路线短一点啊，短程。你要你去欧洲啊，去加拿大，去美国，那一飞10几个钟头啊。日本这个呢，那3个小时、几个小时就到了。哎，所以他多消遣。你回答我师哥的问题啊？跟你没关系，你干嘛这么着急？我替我师哥着急。好，行吧。因为这次去一共可能是演1周左右。好，演1周。嗯，咱别按日元说了，按日元说太给他啊，就合到人民币。合人民币，咱们要是去。算啊，不算工作人员的话，演员大约是6到7个，对吧？又找着松枝了，啊，大气一点，好，像孙老师似的，哎，真是的，不许往前面想，哎，不想，5-6天吧，出包订正，可能每个人能拿人民币个7-8万。你看日本已经派人接咱来了，啊，这个角度我听一下啊。这个其实我能去，没太需要钱的，因为还行，可以是，不是你的一贯作风。人会变，哎，你这状态像马戏团来的，真行吗？真愿意去啊？那我这毛的呢？可以是吧？因为拿太多，你这不没啥用。哦，他这没事，他都换成盘了。但是这次有一个问题，出去演不是演相声。演轮盘呐，我要买好些你的盘回来，我可不会花。不是，这怎么合着给这么些钱不是干这个？你想啊，于老师说的对，你拍完你这玩意儿谁要啊？卖出一张了。你的爱好真值得商榷。我什么开心呐？啊，问您到底是演什么？这不是打着文化交流的名义出去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你得知道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体育交流的。哎，咱们闲话少说啊，咱们得说点正事。因为日本不管怎么说呢，它继承了唐宋文化，所以它对很多传统的艺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。那你比如说相声，日本也有相声，它叫漫才。漫才也是2个人表演，也有3个人，也有1个人的漫才。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日本来的那个漫才演员，哟，当时我都惊住了，因为很少看到这个穿衣服的日本人啊。当时我就愣了。
您那儿那盘比我还多呢。就说这个意思，就是他们有这个，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歌舞伎，歌舞伎，于老师特别希望有机会结识几个歌舞伎女啊。哎，歌舞伎的女演员吧，说清楚。所以这次去呢，我们是要和他进行文化交流。您要说我们要演啊，别着急，经常出过文化交流是京剧。但现在人们说你们京剧往前倒是什么？什么？在中国来说，京剧前边应该是梆子，哎，哦，河北梆子、山陕梆子，那叫秦腔这一类，那是京剧的祖先发源地。京剧是从这些个梆子里边提指曲目，包括完整一些个唱腔，是这样才有了二黄的体系唱腔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次人们是想听一点梆子，而且据他们说，这个梆子在日本也有些个演唱。哎，所以说经过我们这些个爱好者也好，专家也好，演员也好，大伙儿一块儿最后挖掘，我们整理出一些个日本梆子。哎，您就说谁都能不能想哪去日本？我说这很简单，你要想这说一百来人大团，咱没法出去，出去没法挣钱。是，就是折子戏啊，折子戏，然后表现一下哦。梆子当初这种表现状态，而且在日本也有，他们中间到底有什么一样的一个磨合，啊，怎样的表现形式？简单说吧，啊，日本梆子要出国演出交流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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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愿意去吗？哎，甭管什么都可以。你有档期没有？有，对吧？好，啊，我们走。再我一根，我也有，炉子怎么办？管呢你，冻着就管，不管就管，可以是吧？这是淡泊名利的状态。不是，你会不会呀？你就跟一块去。对呀。我们这次选的这个剧目啊，叫《打金枝》。哎，好多人都看过这个戏，《打金枝》。打金枝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知道吗？哦，啊，他知道，因为他是河南人，河南豫剧有打金枝。对，他了解这个。你确定豫剧的你熟悉吧？是。哎，对对，故事是一样的。哎，唐王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汾阳王郭子仪的儿子郭艾。哎，小两口闹了别扭之后打起来了，叫打金枝。然后呢，唐王很生气，说这个打我闺女不像话呀。那么咱们聊一聊吧。哎，汾阳王郭子仪是个大花脸，带着儿子郭艾上金殿跟皇上赔礼道歉，皇上非常的大度，把这个事儿就接过去，就过去了，就这么一折。嗯，哎，有愿意吗？我愿意，真愿意啊！就是这戏，我真的呀。我当初学过梆子，老生花脸我都能唱，但这一折里边花脸的活比较重，那我唱这花脸。啊，您在汾阳王郭子仪。我也得去啊。您来这老生吗？我是老唱唐王皇上。皇上，嘿嘿，好好好好。我呢，看来这个你来个太监。不行啊，怎么了？我这模样，我这声线都不像。这声音像是吗？有知情的。我不愿意唱，咱们就换人。那我来，可以吗？王子豪。像说来就来了啊！哎哎哎、那我们出国之前，咱们就把这戏排一排啊！好、啊，我来没我呢，没我，因为你这个你稍微胖了一点，舞台上的要求很严格。你这样，你这个状态，这个体型，你只能扮演小生。我瞧瞧这个玩意，这对你是个突破，何止突破，简直是个爆破！我是汾阳王郭子仪，我是大花脸，你扮演的是驸马郭艾，就是你是我的儿子。没问题，他愿意，他不愿意。来吧，来，来，七八百了，过亿。那是啊，你不用打公主，你能把他坐死了吗？对吧？这咱们这舞台上也没有东西，你们出国之前咱们得排一遍啊。我去好歹找点什么化化妆啊，规制规制的。我捯饬一下，捯饬咱们一会儿看像像不像啊？行啊，行没有。情节是这样啊，你给排一下。情节是这样的，一开始啊，就是唐王坐在金殿上。一会儿您就在这儿正当中啊，这就是旁边站一个太监。好，哎，然后您跟这个太监说了，选汾阳王郭子仪，榜子上殿，榜子
绑着儿子上金殿，就是儿子，就是你。对对，就是你啊。然后人家说完了，哎，咱俩从帘后啊，这个唱的就出来了。哦，肩摆跺跺，二六，我跟你，你就跟我出来。太像了，这稍微秀气了一点。你拿的这是什么呀？红尘。我以为你是给皇上穿的，拿皇上当马了似的。装马，装马。别听老皇上，没有蛀牙，没有蛀牙啊。你站到皇上那边去吧，站皇上那边去，皇上摆出来。对对对，太长了，挺好挺好。哎呀，我都舍不得。他干嘛来着？我这哪儿这么大土？行了啊。那个，你们跟这儿说话，你们说话，咱俩上后边去。我叫你，我得给他也得化。哎呦，坏了，没东西啊！哦，对，还化妆呢？你得化化妆，你我画儿驸马呀，他挺像儿啊。我哪儿？于老师给长点东西吧。没说像驸马啊，驸马就是儿子。这个反正你来，别给人说，别给，是会站惯了，脱皮去。这个待会儿你要留神，因为这个台上是一句顶一句的啊。说了是，哎，像这。这是谁？来，孙老师，这个还行啊，都认可。到日本就留下了。我这是他们找的祖宗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等一下二位啊，你一叫我们俩就出来啊。来，胖子，咱们聊。来啊！你看皇上要饭了，我太监，我得低着头啊！太监，低着头，你把桌子腰吧，伺候您呢，伺候您好好的，来啊！旁边站一半生不死的。啊！要死！谁？选孙阳王郭子仪王子上殿呐！前面是谁？内侍。内侍啊，内侍还不错，有天窗什么的都。你开车呢？有内侍吗？这车里那内侍啊，内侍就是叫太监的。我叫内侍，你就是太监。行行吧，行。内侍，有含混乎乎的，手术还没做干净。再说一回，孙阳王郭子仪王子上殿呐。中，我敢太监。选孙阳王郭子仪王子上殿呢，可以可以，嗨，怎么那么水呀？来，选郭子仪王子上殿，真改河南梆子了。你刚才你师傅说你熟悉这戏，熟悉河南梆子，这不成，你得说普通话，你得说白，用什么白？这就行，你看我不会。我运道还行，是你比这个行，我是太监，跟我不什么？你拿皇上当包工头了，多好啊！我站着不应该跟您大人说话，还是就是太难说话。准孙阳王郭子仪房子上殿呢，房子上殿啊！Thank you.
场戏吧？你看你不敢敢不敢演？对呀，剧情你不知道？你是谁？我是官。对呀，我是谁？我是你。我是你的父亲呢？连你母亲都答应了。媳妇儿，你媳妇儿是皇上的闺女。对，皇上是我的，是我的亲戚。咋又降一半儿？这我就下嫁了。你不在，你下嫁就不让买了。你惹了这么大的祸，我心里生气。而且我一看你这个德行，你穿成这样，我怎么穿成这样？看见恨的吗？对，什么你们俩我怎么回事？心情在这儿了，惹了祸了，打你是给人家皇上看，你看我们教训他了，哎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给人家多做出去场面的工作，剧情。对呀，对，就是。哎，没事儿了，一会儿你别去了，我去打死他。干嘛？不能跟我师傅瞪眼啊！没有你。
得我这个情绪有点有点走戏，走神是不在戏，是吧？哎，观众说我表现不好，要重来。就你这样啊，应该的。我告诉你，是是是，演都演不好，演几遍了？对对对，我都看出来了。来来来，咱们还重来吗？哎，确实，别打他行吗？美女，你得注意。房子上电了，房子上电了。那谁？我你不是你还敢说呢？我都那么认真的事，你怎么走？我再咱再来三遍行吗？没有你这样的，不是你就那人是演员，你也是演员，你是不是有这个底子？刚才你没叫着。一会儿用得着，一会儿用得着。咱这真的一样啊！你敬业一点，你还不卖的演的好。还黄啊！不认真的，一点都不认真。过来买，消消气儿，来啊！什么黄腔？我情绪不对，我一直带着气儿，我应该转。我别惹他。哎，你这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跟太监你绝对不得跟我关系。亲人，我没听到金庸不凡那事。哎呀，这个小月你搅和了，我是没有搅和，人家两位都是不是主角，主角归主角，配角也是这样，就是。咱们再来吗？这回是公之令啊，您从后台上啊，来，重来啊，来，这回看我的情绪了啊，来，咱们仨都得保持好啊。你这情绪给我都能带进去。屋子一房子上电呢，房子上电呢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戏词吧，翻译成中国话啊，就是皇上说了让咱们上金殿赔礼道歉，我在路上心里就想，我儿子能怎么这样呢？打了人家闺女了，肯定皇上不开心，所以我就带着儿子上金殿来，一路上心里很忐忑，所以先到金殿上来了。日本人说话太轻蔑了，瞧不起你就过来，就是他啊，不是这样，哎，就是唱，啊，那就唱。一他妈肚一抬腰肚起呀！
你看见什么东西了？太阳，太阳，你也来一下啊！都得带着。哎呦，这是谢谢。这是我自己用的，送给您了。哎呦，我不要。你看还有别的没有？没有了，回家拿去。这个吧，今儿这二队业务考核啊，然后我跟于老师们就过来了。然后这每次都是来就说一个吧，说什么呢？没有，后台想了半天啊，最后孙胖子说：“你们打死我吧。”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戏叫《三打猪八戒》，啊，好，谢谢谢谢各位女施主啊，打我炸，哎，别别别，啊，这个就喜欢小剧场，小剧场好玩是啊，因为什么叫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？你要知道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技巧表演，你这个五千人体育馆怎么演啊？我说话你别动手，让开，说耳朵都是我的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。小茶馆怎么演？茶馆还分茶馆啊，抬高了怎么演？抬低了怎么演？它不一样。所以说这个其实更多的是跟大伙儿一块儿做游戏，看着玩。你说站那噼里啪啦打一胖子有什么意思？是不是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所以大伙儿，你们喜欢看什么，你也特别的开心。这个孙老师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因为最后拿这个大屁股打我脑袋。没有，不亏。哎，你说话这劲头有点像肾亏的样子。这个日本帮子，这不是传统节目，嗯，这都当初我在茶馆编的这么一批节目。日本帮子最早是俩人，对。后来仨人、四人都有，也包括前面这四方师，那都不是传统节目，那我看的一个民间故事啊，得有这么两句话，我觉得可以用回来扩大了。包括学校曲儿啊，什么杨乃武啊，都是在舞台上一边演一边编出来的啊。大伙觉得这节目还是都挺喜欢的，哎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您各位要是能喜欢，真正的目的，相声演员呢是四门功课，脱鞋上炕啊。那么，哎，对对对，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唱逗逗唱逗唱啊，逗唱。哎，这个说学逗唱，唱实际上指的是洗澡去了，太热了。这人戴这头盔还不如挨打，还得还有阳光呢。啊，这个唱指的是太平歌词，太平歌词。这个太平歌词有几种唱法，一种是一个人唱的，一种是俩人唱对口的，还有一种呢是过去老先生在地上要钱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准词儿啊，活词儿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就是一个人伸出头来，我唱完了传给他，他再往下传，跑一道辙，没有准词儿啊，随时唱，随时会出各种的状况，观众很开心啊，这是在地。演出的时候的一个技巧，哎，啊，今天很难得，你看我们四个朋友一块儿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一回活词儿的太平歌词。好，是这样，伸出一个折来，折那就是这个咱们说的，就是中东啊、江洋啊、人臣呐、啊、发花呀、叠鞋呀、一七呀、啊、缩坡呀，啊，对，就是声母韵母那个折啊。对，这折呢，它是规定跑了一个就不能再跑了。但是四句话算一段，四句话唯独第三句话是可以不在折上。好，第三句可以不在折上，为什么呢？在这个行业里边，这个敲三不敲四啊。第三句如果说也在折上，那么按古诗词来说属于敲两品，咱们谈不到那么远啊。他就说谁敢第三句谁就占便宜了啊，就不花折了，不在折上，反正字数对的。孩子很聪明啊。哥，您干这个，你我吃过这个。当然，你从小月开始唱，您是第三句。来吧，还从我这来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来这儿，一二三四，往下排啊。唱到哪儿就是哪儿，好吧？谁不许撂下？都赶这一道辙。哎，一道辙，这儿说唱完，这儿也接。好，这要撂地，这丢人丢大，这即兴的东西，明白了吗？比如说，咱就开始这样，嗯，行。
行了，没事啊，就大家看上别着急，我没看完呢。哎，一样的尺寸，一样的劲头，一样的板眼，一样的吊门啊。好，坐不了，起。稍微高了一点点，太高了啊！嗯啊，什么？哎，起源来不是出苍城东，东这是公生也叫中东者，哎，中东者，闲来无事出苍城城东，哎，我瞧见了。你们有女说相声的，瞧见了一辈子。成功啊！叫这个老太太卖大葱，葱来葱、啊，你甭想了。哎呀，匆匆忙忙卖完了，你有点太不挨着了。走开！啊，卖完了大葱，卖酒瓶。老太太这个业务实在太火了，别说破烂啊！得了，对，您要问卖酒瓶有什么用？前他去进大葱，来看看，匆匆忙忙的卖完了。这不行，你跟刚才一样啊，你们不要求折词儿得改啊，词儿得改啊。匆匆忙忙去进货喽。你带着手枪吗？我给他来一枪，来喽。不是顶着虚门吗？不是，看你折走啊！我要我折走了啊！我没折走。然后他又到天明，到天亮了啊！您要问这一宿他有什么用？这站着老大爷找不好这。看闹钟，闹钟就没钱就不走了。然后他又想吃块冰，这咋您他妈呀？您要问吃冰有什么用？真难，信编这不容易。我。不发空，空空唠唠就想去卖大葱。再折腾不行啊！你不能再折腾啊！空空唠唠就像个老头儿。再折腾，有新人物出场了啊！想完了老头他在吃饭边。有什么用？放我还一回，直不直溜一唱呢？就唱点好词儿。别着急，后边啊，来，那冰冰凉凉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用？心里的着急莫放松，松松快快多凉快。你这是日本话。想起来老头噼里啪啦砰，还是回来噼里啪啦有什么？还不如我呀！噼里啪啦噔不楞噔，小春春啊，他噔不楞噔有什么用？
想起了他的闺女叫小玲，多难听啊！你要问小玲有什么用？可不可以啊？对了，这个小玲她没有用，能够挨出门去买冰。对对对，哎，你来，卖冰那还得交点冰。你要问这段怎么回事儿？我是你们仨的活祖宗。这不容易。对。哎，我们即兴现编啊，编的这么有文采啊。这段主要反映了老头老太太跟小云一家人的日子，这家人日子就是除了吃冰就是卖葱，剩下就跟炕上跟着都碰，挺好一过程，我也很喜欢。这段已经失传了，警方说谁再唱就追究这个责任了。挺好，唱这个呀，说句良心话，就是闹着玩，包括过去在马路上演出，在地上演出也是如此。您这一乐，这就要钱了，没有艺术性、文学性，图的是个开心，还不像唱个戏、唱个小曲儿或者唱个歌什么的啊。唱歌他们这都是行家，你靠近啊，真的。真的真的你看于老师，姑娘们都等不及了。于老师那唱歌唱的这会儿，人家是在歌厅里长大的。我不行，我唱歌唱的我打小孩西门会学艺，净学传统艺术了，发音的位置跟唱歌两码事儿。哦，您唱的歌唱的捣乱，我那得我那得让我等一下。啊，大摇大摆东西，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当年我跟齐秦关系很好，现在都不来往了。还会那个歌，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湾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别小瞧这两句唱，这个当初说良心话，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赞美。没错，二院。唱的可好听了啊！那个歌叫什么？您唱的是《你爷爷我小的时候》，就在这里卖葱。这唱错了，应该是我爷爷小的时候。多不厚道！听街坊这几个大妈多开心啊！所以说唱歌对我来说，说两句话真不行。于老师唱好，和于老师也有他的缺点，因为终归是说相声，不是唱歌。哎，这五音呢短着么七分个，还欠人家，还欠人啊！而且词儿多了记不住，弦高了够不着。但是呢，好在以前练过铅球和铁饼，并且早年间在河北保定农村还烧过麦子唱。这点优势呢才能唱到现在啊。哪儿啊？对对对，每次是掌声板砖齐飞啊，反正挺好唱的。是因为于老师给大伙儿唱两句，真爱听咱就真唱啊。唱什么？咋行唱？咋行唱？一块儿摸，一块儿摸，唱不唱？一块儿摸，只说唱歌唱出来见得了你。来俩人都去摆好路去。一块儿一块儿红布唱下去啊！哪一块红布啊？能不能打在脑袋上一块红布？来，哎呦，好感冒啊！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？我说我看见了幸福。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，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。你问我还要去何方？我说要上你的路。啊，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唱的人叫岳云鹏。
因为以前在宫里待过，在少年宫待过，唱的好。按照顺序跟苏老师啊，苏老师来来来，来多嘴一样。来小月，来咱唱对唱，对，没事。想听什么？我会唱。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这一身汗怎么会悄悄过去？您有点头发吗？会唱一起唱啊！来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呀，心底呀，心底不能告诉你。晚风吹过，温暖心底，我又想起你。多甜蜜，多甜蜜，怎能忘记？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。不能忘记你，心里想的还是你。浪漫的夏季，还有浪漫的一个你，给我一个。当初我还以为这是老北京歌曲。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呀，听你呀！吓我一跳。后来才知道得听正版的。压心底，压心底啊！谁心底？压心底。啊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啊！有我们不唱。洗手间去了啊！对他走了，他男朋友在这儿。你要不回来，我就弄死他。去吧去吧去吧，回来没事啊！他往外叫他呢，我看你敢走，我不好意思。这才几点，你们俩就走？我就是年轻。哎，当不愣当。要问走有什么用？谢谢吧啊，卖大葱。谢谢刘博士，这俩刚走，换俩小伙子啊，土豪交个朋友吧。哎，我给你们唱个小曲吧，好吗？有一个失传的小曲，这是从清宫里头后来整理出来的。当初有一本书《霓裳序咏》，还有一个续集那个《白雪吟》里边都写过这个啊。但是明朝清朝那会儿流传在人间的一个小曲小调，它是跟那个昆曲相提并论啊，这么高雅。小寡妇，这是跟昆曲一块流传。唱昆曲的死了，他媳妇改寡妇了。小寡妇孤孤单单，两泪飘零，思想起多情，有一的人，我为你往山跑死马，我为你玉兔撵飞禽，我为你海底捞明月，我为你沙里登黄金，望断天涯空悲愤，骂了声抽烟喝酒面纸啊，哎呦，带咸菜了吗？谢谢啊！那个没弄一个于老师那样哦，费头发。观众们真是太藏龙卧虎啊，真好真好。就摆着摆着吧啊！今天是我们的二队在这演出啊，二队呢是我们这儿比较活力的一支队伍，好多演员都在这儿，不热闹就上这儿来，因为他们这个演员很有尊严。后台的好多二
二队里人吧，都叫上大伙儿再认识一下啊。笑眯眯的啊，往前站啊！这是我师弟郑好，郑好是来自于东北沈阳啊。他的恩师是我们的东北相声界一杆大旗啊，老艺术家王志涛先生。对，当时郑好呢，他这名字是艺名啊，他本名叫喜定，喜定啊，在进行大时代。那会儿他是在沈阳曲园、沈阳广播电台。啊，做节目说相声也挺好的，后来也不是惹什么祸了啊，不让干了啊，就送到遣返到北京来说相声、嗯。这么多年来也不容易啊，在德云社一晃也待了好多年了。是，他的相声有一特点啊，就是特别的稳当，特别的稳当。很多啊，也太老了也不行啊，有他自己独特的语言魅力啊，包括一人说、俩人说都非常好。能欣赏他的，说明您对相声有了一定的水平了啊！大伙儿多捧这我兄弟郑好。给我徒弟张九南啊，九字说的徒弟，以前呢学过跆拳道啊，而且英语也不错啊，所以我相信他的相声也就那样了。孩子挺老实啊，张九南，嗯，也是我徒弟叫高九成，哎，我们这儿富二代，家里还有钱，还有钱的啊。毕业之后呢，就是他舅舅就问他啊，你干点什么去是吧？大企业家啊，趁好些个山，好些个买卖，然后就说给他的五星饭店让他去干，不愿意啊，非得到德云社来说相声。我一想，这个孩子脑子有问题啊，收了他吧。收了之后觉得挺好啊，很善良，很老实，嗓子也不错啊，以后就会成功的啊，大伙记住了，高兴。哎，给我徒弟孙鹤宝，东北人啊，这个来来，一直在这站着呢啊。今天可能没参加演出，但是也是二队的成员，也是我徒弟，有嗓子，能喊能唱啊。每天有一个学叫唤的节目，让你们。现在的来一个，现在来一个。你来介绍一下，给消防队借过来的。他叫李小奎啊，这个名儿挺奇怪，人更奇怪。他亲舅舅叫岳云鹏，李小奎是罗云平的徒弟。我们这儿有一批小字儿的，有人纳闷，怎么有小字儿呢？我这徒弟是云鹤九霄，排这几个字儿。但是就从那一年开始，我拍戏去，拍戏有一不错的哥们儿，说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我说这个，我家几个孩子想学相声，我说来吧。可这几个孩子是我的孙子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家哥们儿多，他呢岁数小，所以他大哥二哥前面的孩子，可我就管他叫爷，那是没错的。这么一拎着这孩子，管我也叫爷爷。我说这我没法收了，咱差了辈儿了，那怎么办就得了。我说那孩子你就这个味儿，家里就这个味儿，你来这儿没办法啊。让什么岳云鹏啊、李云龙啊、罗云平啊，让他们收了。所以说名字带小字的都是我的徒孙，倒不是说非得当这大辈儿，这没办法，前赶后错的事儿是吧？然后这是岳云鹏的外甥，是罗云平的徒弟。啊，李小奎啊，好，齐鹤涛，哎，啊，这个都认识啊，我徒弟齐鹤涛，哎，这个最大的特点，玩扇子是专家。啊，他亲自见证了好多是做扇子的，从3毛钱一把卖到好几千一把啊，后来他就买不起了，
扛了好多扇子，对扇子那是了如指掌啊，知道哪儿好哪儿坏什么的。修扇子你们得找着啊，有一套啊，奇迹扇子布。是的徒弟，是我的干儿子啊，他叫冯什么来着？叫我俩，你这谁现在用哪个？用赵用过呀？啊，他叫冯赵兵，冯赵阳，来的时候叫冯阔阳，钱花完了就改了，不叫阔阳。冯赵阳，这孩子很聪明，很聪明啊，这个能自己编作品呢，用新包袱什么的，而且最大特点，哎，收藏各种的球鞋啊，您就这个穿完了有味儿的就是，不是那个鞋是吧？啊，这于老师的二弟子啊，得嘞，好。您上这还得说啊，这都认识谁呀、啊、是吧？哎，我们得叫师哥，你看练了那么半身，比我岁数还大啊！史爱东先生啊，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史老师的风格，就是说的特别的狠呐、啊，没有不敢说的话啊，在台上那个房间都咬出屎来，咬出血来，咬出血来。来了一放打德云社有他就基本就带着啊，这么多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，所以这是我们最放心的演员。我准备近期要是西安和南京德云社要是开业，准备派人出去，能去了吗？去得了。好，要徒弟啊，高贺才啊，来早，这都是早期的各个各的学员啊，当初就是照这尺寸收的啊，这挺好，你要是大个儿没用，个儿高也就是吃个树叶方便，是吧？像咱们这个尺寸就落一个大爷不低头。你要这么说，点打死了。高贺才，大伙儿都捧啊！我徒弟你长得可好看了，这都是倍儿精神啊！掌声一直没断啊！给我徒弟侯鹤莲啊，侯鹤莲，这个老北京。小的时候学京剧，后来毕业之后个儿太高了，没法唱戏了。唱戏咱有什么说什么，尤其唱老生唱什么，个儿太高，同台演员不好配戏，穿上靴子，扎上套，戴上盔头，这脑袋顶着灯笼就啊。后来就得，他父亲跟我们都是朋友，对，人家家里边在北京城有一件专场，就是沾玩玩鸟啊，玩那小动物啊，给人家头钩。啊，当初这个说玩扁毛嘛，那鸟叫扁毛的，人家家在北京数一数二啊。据说他爷爷那会儿多神奇，多要死的鸟给他咕嘟咕嘟就能活了，说是把这摔死再买一个，好可怜啊！不是，这人是这我孙子啊，他是这个岳云鹏的徒弟啊，这叫尚小菊啊。我们的学生来源一是招的科班，一个呢就是跟北京戏校，现在叫北京戏曲实验艺术学院联合办学，还有一个德云社基地有一个我们叫传习社，这是传习社的学生啊。毕业之后呢，就是拜了岳云鹏，人家学过岳云鹏来。见门有后，这老徐非常可爱，大伙看一下啊，这以后这都能红了啊！行了，好孩子，到这儿。啊，也是，这刘他叫刘佳啊，他也是小字的啊，他叫刘小平，这是你徒弟，是孔三的啊，岳云鹏徒弟。好，你行师娘吧，行给师娘吧。来的时候这么大，因为那会儿小的时候，这我刚说一半，就是他爷爷跟我是朋友，他们家来的哥仨，你倒霉到你爷爷身上，要不你大辈儿知道吗？你是你爷爷的爷爷，挨打回家打架去啊！现在在青年队是在二队啊，青年队在青年队是吧？啊，好好干，这孩子可老实了，但是翻跟头什么一不是流。是啊，记着我们刘小平啊，这四天演出啊，他一场都
都没演，四个谢幕一个没落。无论我上哪个队考试，他准是跟人去考的。等谢幕是跟人出来。昨天钱儿哥，钱儿哥演完之后，啊，昨天在德云社演完之后，临走他问我，你爷爷跟你说点事儿，我明儿再去是不是有点不好演？我说你仨都去了，不怕你一个。这也是我徒孙啊，这是孔云龙的徒弟，叫王小格。哎，孩子挺特别好，天津人，姓王啊。这个来了之后呢，聪明，快板儿，相声、评书什么唱个岔曲来什么，说一逗唱都行。后台谁要是来晚了，他自个儿站台上替你盯时间，一人站台上说俩钟头没问题。你别看他小，他能力大啊。后台给起一外号啊，管他叫老王爷啊，姓王吗？啊，这是王爷能力大，老王爷，你记住了啊，老王爷就是他啊。这还有一特点，这还特别孝顺，他师傅叫孔云龙，谁要说孔云龙不行，当时就抄菜刀。这真的菜刀斧子，有什么是什么啊？你说我怎么就没摊上这么一出去？他是面二，好吧，记住了他啊，王小哥。啊，这记着我徒弟，就是我姑爷啊，他叫张鹤帆啊。他媳妇儿是我干闺女，因为这个他媳妇儿的父亲也是他老丈人啊，当初一直给我媳妇儿弹弦的，后来也给我弹弦。天津著名弦师胡子义，那是他亲老丈人，我是他干老丈人啊。看我姑爷多款式啊，你还没看我闺女呢，比她还款式，两口子坐门口跟石狮子，那个辟邪说两句话。好儿子努力啊，努力努力努力，来来来，这是我们这儿的大学生啊，他叫李九春啊，九哥，这是正经上过学的，大学毕业。因为德云社有这么高学历的不多，他来了之后也一直在受歧视。想啊，有初三毕业的，有四年级辍学的，你大学生丢了，哪会看不起啊？其实很长时间孩子一直心里很纠结，但这没事啊，谁没做错误是不是？慢慢的就都好了啊！毕业之后呢，大学毕业了，找工作就完了，非得学相声。我一想，你就这么浪心就来了，你不要了不合适啊！这算走出阴影，那错了。他就在这儿了啊！还有一特长，会测字儿。你看我们这各路高人都有啊，什么大学生啊？北京算卦大学啊，测字儿系本科生。嗯，他那导师叫王瞎子。你要说个字儿，他给你测的还行，还行，没少挨打的这个啊。大伙记住了，我们这是秀才啊，这是李九春。啊，这是这个烫个菊花这个孩子，也是我徒弟啊，这叫何九华啊，也来了好些年了，来好些年了。因为这回拜师的时候种种原因啊。前两天百事一事我把它给落下了啊，到年纪吧，到春节再收九岁歌的时候有你啊，有你，哎，尽量有你啊。啊，您前两天一说就摆着没烫一部孩子脸的跟守了寡似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段时间走出阴影了，走出阴影来了，已经学会测字儿啊，喝酒花啊。修炼大师兄啊，我介绍一下吧，跟谁说？哎，感觉你死哎，这叫严云达，这是我大徒弟。1994年吧，94年那会儿，我在天津大班唱戏，那会儿说相声不挣钱，我唱过评剧，唱过梆子，跟小班一块儿唱。唱梆子那个剧团里有一个花脸演员，我们关系非常好。这花脸演员呢，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他的父亲，啊，说我们是哥们儿，他家有一个孩子特别可爱，那年十几啊，那年13，说这孩子喜欢相声，我说喜欢去吧，拜你为师，我说你别闹了，我说相声都唱个梆子了。
好好他喜欢哪门子相声，你上家去吧，到家去跟人家吃饭，然后这孩子很执着要学相声，酒席宴前乌灯就跪着了，咣咣咣磕仨头，我一想我也吃人家饭了是吧，你要说不说不合适。是那年1994年收的闫英达，那年他13岁。那之后呢，我就打天津出来了，风雨飘摇四海为家。后来呢，我也打过别人上天津去，我得找那孩子，他小名叫亮亮，而且找着亮亮的啊。然后是天津旧城改造，他们家的那块这时候拆了，拆完之后搬到城外，搬到开封那边去了。这搬的客气就便宜了。找不着，这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。到后来呢，这孩子也满处找我，终于有一天就在这个后台，我在后台那儿坐着呢啊。外边来人就说有一孩子叫亮亮，您认识吗？我眼泪都快下来，快让他进来。进来一瞧，我都不认识。你想一晃10多年的光景，孩子都长大了啊，这才把他又重新收回来。那会儿他在天津一个什么酒店干大堂什么的，说你还愿意做家吗？愿意啊，就把他叫回来了。人叫个什么名字呢？都排云字嘛。他是第一个最大得了，闫云大，闫云大老丁加个走针，闫云大，这么叫。这是我顶门大弟，就是晚上睡觉顶门的那个，一名叫棍儿。他这有一人很长，是10多年，他不像其他孩子，包括烧饼，他们都在家长大的。这十多年他在外头啊，生活工作也不如意，所以说他在基础方面有的时候可能跟某些孩子比不了，但是他很聪明，他知道扬长避短，找自己的捷径，利用他充分发挥这个猥琐的人格。多么大气文雅的节目，到他嘴里说的都马上都能枪毙那种状态，随时正法都不可惜那样。但是也有人喜欢，他也跟我探讨这个问题。我说先吃饭吧，是不是？吃饭，然后咱们再追求风格啊！你说天天台上挨骂，一弄40-50岁的，你再说对不对？那也来不及了。目前来说，也有人喜欢他。当然呢，我们还有改正的机会，慢慢的来啊！我也在一直给他想办法，希望大伙儿能多喜欢他，多支持他。我大呼。那叫曹鹤阳啊，曹鹤阳，正经科班出身啊，学了这么6-7年，在曲艺学校，后来到曲艺的大专班又待了这么5-6年啊，正经的科班一步一步来。毕业之后没有工作，到德云社来，上台一说，你瞧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印象太深了，在那个万步桥那边的春晖剧场，春晖剧场，他和马克奇，马克奇是我们现在西安德云社的主演。那会儿他们俩是一块来的，上台说一八扇屏，没说10分钟，全场观众怒吼：“加油！”坐在后台那俩人脸色就跟要出殡似的。俩人说：“从小就学在曲艺学校，这么些个艺术家教我们，教到现在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怎么办？你没法再退钱了是吧？”我说：“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把以前这10多年学的全忘了。”我说：“咱们重学啊！”到今天才有曹阳现在这个状态啊。小甭管叫小四。为什么呢？戴个眼镜，大伙儿管小四眼儿，小四眼儿，说小四眼儿不好听，后来把那眼儿去了啊。小四显得文雅一些，挺可爱的啊。来吧，来吧，还得烧饼在一块儿，来吧。说一段呗。这是跟我儿子是一样的啊，来的时候这么大。啊，就是喜欢曲艺，喜欢小时候学过杂技，学过快板，在东北，他父母真不容易啊，抛家舍业带他到北京来，也学过弹弦，学过四胡，什么都学过。来那会儿啊，挺可爱。我说你会什么呀？我啥都会，穿一红大褂，跟那个一个圈的，跟地主的红包似的。上台时候那会儿特别可爱，但是那会儿淘气，后台前台没有一天不惹祸的。没有一天没有人找我告状的啊！要不手欠把这弄坏了，要不把那弄坏了。说相声唯一请家长的就是他。哎呀，一惹祸就是叫你爸你妈来干吧。啊，说相声还有请家长的，他独一份儿。我今天在后台，我瞧见我们这嫂子，他妈跟着来，我说现在行了，终于不请家长了。
啊，这个人都有一成长的过程啊。他是在相声窝子里边这么亲出来，这么熏出来，就到现在他的相声感觉可以说无与伦比。而且这孩子很聪明，越长大越懂事，特别可爱啊。大伙都说都知道他叫烧饼啊，一名就小的时候这么点小个儿，小圆脸，一脸就雀斑，我这孩子这脸上的烧饼啊，一语成谶，就叫到现在。其实他有一名云字科的弟子，他叫朱云峰。啊，本名叫朱建峰，你琢磨吧。朱建了不得疯？你看，孙老师特别怕他。孙老师都疯了吧？疯了，疯了。啊，行了，别生气了。哎，朱军没事。哎，行。谢谢吧啊，这个德云社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相声团体啊，我们。不用多说了，这是我徒弟里的佼佼者了。当初他跟孔云龙俩一块儿，北京有一老北京炸酱面馆，炸酱面馆这俩一块儿，一个是端面的啊。我证明一下，在的，打完针就是好啊。那个小月那会儿在炸酱面馆端面的，孔云龙是门童啊。所以说有时候我看看这帮孩子原来的工作，我真是个相声教育家，给他们都教育的棒。也不容易，这些年也够困惑，也有够坎坷，终于熬到现在，这日落时出啊，瞧见太阳了。说句良心话，会越来越好的。而且来说，这个在所有的徒弟里边，我到现在我得承认啊，岳云鹏这算是给师傅效过力。我们这行有这么讲究，三年学徒，两年效力。过去的老规矩，也有说三年学徒三年效力，为什么呢？你来学相声，我不要你学费，小岳也好，这些人我没收过你们一分钱，就是跟着我教，不用管吃，有的像有的外地，有的还在家里跟着一块住，管吃管住，差不多了还给零花钱，然后教给你学这么几年啊，几年之后你毕业了，按我们的规矩。你毕业之后就是三年毕业了，开始跟着师傅一块演出，演出过程当中你挣的钱都是师傅的，为什么呢？这叫效力。你比如当初我跟谦儿哥，我拜了我师傅侯耀文先生，铁罗公咱一帮艺术家出去演出，这一场是8万块钱，加上郭德纲和于谦这一场是22万块钱，完事我一场拿2000块钱，为什么？这是我给我师傅效力，师傅指着我挣的钱了，这是规矩，必须如此啊。孩子们也是如此。所以我天天小剧场演出，那你不叫给师傅效力，那是给你自己效力。今天有你卖给300人，今天没你也卖给300人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说你不算效力啊，除非说你在外面自己能独立演出，你我带你出去这不算啊。说明天山东我接场上演，我要带3场助演的，我带你也行，我带他也行，我带谁都行，那就不叫你效力，那是我带你吃饭。只有说你自己出去挣的钱拿来了，师傅你看这是我挣钱，这是我孝敬您的，这叫你给师傅效力。目前来说我收了好几十学生，是人的不是人都算一块儿吧，是吧？一个算是给我效过力的啊，挺好的啊。其实来说我还真不指着他们给我效力挣钱，我指着他们吃牙我都饿干了。没有这么一帮孩子，就我跟谦儿哥，我们俩外边挣钱比这个简单多。实在没辙，人谦儿哥演的什么小电影也挺好，能一般什么就见，难得各位这么喜欢我们。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列位破费了。
那说不了。说哪儿吧？地上万物四皇金啊，将军战马金火在，野草鲜花看得谁人？说同行亲。嗯，获得了共识。有时候不那么亲，勾心斗角好寒心呐、啊。